嗨，小朋友们，早上好！今天呢，老师要叫你们千岛娃娃课，请你们拿出来课本，然后开第八页，打开了吗？好，今天呢，我们要学新的生词，我们要看一下什么生词呢？有两个，我们先看第一个生词是什么呀？早操。早操，你们看早操是什么呀？我们在 Zoom 的时候呢，有做早操 senam，那个叫做早操 senam pagi。我们在 Zoom 有没有做早操呀？像三位小朋友，有，那个叫做早操。来，我们看第二个生词，这读什么呀？弯腰，弯腰，弯腰是什么呀？你们看图片，这是小朋友正在弯腰，弯腰也可以。如果看到老人，还是老师，还是别人，我们要打招呼的时候，我们弯腰打招呼的啊。弯腰说你好，早上好，弯着腰，这叫做弯腰。好，我们再读一次哦。早操，早操，弯腰，弯腰。好，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了，在家不忘记学习哦，小朋友们再见。